随着生活和饮食习惯的改变，不少民众都会选择前往松林地区来放松心情，促进健康。位在鹿谷乡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都是国内真侪民众的第一选择。对此，台大实验林管处今仔日特别来发表一份森林疗愈的地图，希望民众透过地图所提供的两条路线，会当重新来认识松林，同时达到纾解压力的效果。沿途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指标哈，包括五感啊，五感里面。台大实验林管处处长蔡明梯亲身向大家介绍，创新推出的松林疗愈地图。台大县林管处、甲中研院以及台大病院合作，经过五年外的科学研究，特别伫今日早起举办记者会，发表研究实验的成果。这些都是经过实验验证的哈，大概我们初期的时候，大概有73%都有降低压力的一个效果。那到最近我们操作越来越成熟以后，几乎很多都是在90%以上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不断的研究，然后再创造更多的一个让我们的游客体验的一个森林疗愈的一个步道，啊，那促进我们国人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健康。建立松林道路顶，会当欣赏大自然的美丽，也当享受山顶清幽的空气。位于鹿谷乡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每一天拢吸引上千位民众前来爬山运动。对此，台大森林管处特别推出两条健行路线。以前到森林里面啊，就是不会很专心，把身体的一些看得到、听得到、想得到、感受得到的放在森林的树木啊里面。所以这次透过疗愈地图，就很清楚的，我们进到哪里的时候，可以跟大自然更深刻的感受到它的存在，然后就身心就会非常比较放松，也可以解除一些压力。台大森林管处表示，民众只要照着指示来进行运动，重新熟悉森林环境，相信过一段时间了后，应该会有疗效未够的收获。这个森林疗愈哈，这个结合环境教育哈，跟五感体验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这两条路径的一个这个高差哈，坡度都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初步呢是用这个比较可以达到的，一般人可以能够完成的这样的路径来做规划。那当然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研究，可能难度稍微中等一点的、高一等的哈，适合各种不同的一个客群。台大森林管处每年都会在这个时阵举办地文化节活动，连续两天的活动来推动环境教育和当地的产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会当前来体验实习。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